直在半空徘徊，要从他眼皮子底下闯过去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们用隐藏之势遮掩行踪，或许可躲过土木的搜索。是岩山族的吗？为何会在幽冥之地？为何会在幽冥之地？他生气了！还有时间。山之中，你务必要留意镇守者吐蕃的眼睛，任何活物只要被他发现，魂魄必遭其所收取。你不需为我担心，更好。生于混沌，原来混沌早已侵蚀幽冥之剑。很厉害的，我们真的要和他硬打。
这些浮石方可顺利通过，大家站稳了。知道了。
场，我行我道。睡着了吗？